然后特别那丢命啊，然后啊，咱硬要非要做啊，然后讲臭臭臭毛毛丢啦。但是伊伊骗人的是伊个啦，我伫遐饲一世人，伊讲讲愈肥愈胖啊，伊无感觉臭。但是咱行过草路，真正好看。伊带伊遐个人穿只衫，听起啦吼，都用汤水洗，就好臭味。唔过呢，伊个人无感觉，迄个真系个习惯，吼，迄个习惯。啊，伊若要甲人一般顶个。像咱这社会，咱看人家说的，我的媳妇臭毛毛，臭毛毛，因臭因已经离迄个低塞吼，迄、那个味啊，已经咧三个地方有熏到，啊，伊个天已经比较习惯了，你听无？啊，你再多咧习惯，变成无味啊，你听无？变成无味，啊，所以第二就是讲，把伊个无好的习惯改掉，把贪嗔痴改成物件，改变过。贪用感的来解，嗔用什么来解？用定。嗔无嗔用慧智慧，有智慧你就无嗔，有定你的心就会清净。拄着境来，你的心三念就会静定三昧，安你的心就会清净。你有一个贪见，你爱来解，这样会使，绝对爱用到。这个夹夹盖住这个贪，那安尼当中，咱到找真正专贪的，专贪心心的解决。今天呢，咱回头看，啊，最后是班了吼，啊，咱今天就啊，咱上来的是花莲啦吼，啊，这个花莲是在北方，啊，是在在在北方，啊，我在是花莲，哦，啊，这是高雄吼，咱国平面的情况就是有新的吼。啊，你家两个都是比较辛苦，但是这个是不能讲值得，真辛苦啦，但是值得啦，值得你真辛苦，你若讲啊真辛苦不值得，你怎么办？但你辛苦值得，不然咱不得了，因为这个物件它是不是咱两个办的会，啊，所以这当中啊，咱对咱帮助你啊。啊，第一位就是咱华主任，哦，啊，这是咱的兄弟兄弟在看，啊，做结束啊，今天办事我是包的，啊，就是比较有时间，因为比较少有时间去吼，因为我走咧马拉松，哈哈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非常感谢，嘛，最后想跟各位大家啊，这个放个文化，安定身体，然后做健康呢，啊，万事顺利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道理，感谢目前慈悲全道之功，坤道之功，在于各位掌声。有时间可咱嘛，讲起咱。帮这本书呢，未来大概见贤思齐，改己病。